还是炸酱面。哇，团长，再来一个太阳拌拌。这炸酱面是粗面，特别香，酱香浓郁。面条特别的筋道，而且酱特别浓厚，味儿太正了。再来一个芝士的，视频下方快来给我吃豆腐，绝了！麻辣小甲鱼，软糯的头骨，中间特别丰富，一个小腿儿，两个小腿儿，三个小腿儿，四个小腿儿，咱切七个块儿。还有一个小尾巴，来一个小短刀，软烂脱骨，特别入味，这个小短刀最好吃了，肉特别多，满满的胶质。我吃同款吧，下方链接，拍打即食，加热后味道更好哦。咖喱，超长小绿瓜小丝瓜，再来条小绿瓜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来点绿。